北京冬奥会已经结束了，你们都有变墩墩吗？今天我也来为人手一墩做点贡献。做这个冰墩墩前后花了我一周时间，本打算做两个的，结果主体用的是胡桃木，因为它的颜色够深，而且我家里有现成的木头。熊猫浅色的部分是虎纹枫木，在阳光照射下花纹会比较好看。眼睛部分的线条在雕刻中劈开了，所以就先把它处理掉，不至于浪费整个板子。舌头和红心部分用的是非洲紫檀，凭借以往的经验，它的颜色足够红，而且不会太深。至于冰墩墩的能量环，我还是花了点心思的，找一堆五颜六色的木头，把它们切成薄木片，然后再打乱顺序。原本想的是随机抽取一个颜色依次排开，不过实在是没什么耐心，所以就开启了洗牌模式。再把排好的木头像做菜板那样粘起来，能量环的第一步就完成了。
浇干了以后把表面刨平，用横切去把两边处理一下，再把长边倾斜一个角度，以便让线条错开。拿到带锯上，把这个五颜六色的木板切成小细条。把切好的木条每隔一个翻一秒，再重新粘起来。据我所知，好像没有天然的蓝色或者绿色的木头。如果你知道有的话，请留言告诉我，先谢谢了。最后把这个冰墩墩打磨一下就可以喷漆了，不过打磨的时候轻一点。